老字号的 NBA Live 回来了，不过这次呢不是在家用主机，也不是在 PC 上，而是要登上你的智慧型手机哦。现在只要拿起手机免费下载，不管是在家里或者在外面，都可以随时随地斗牛哦。这么好看，赶快来看看我们的报道吧。由 EA 推出的 NBA 美国职篮经典游戏 NBA Live 系列终于回归啦，而且首次登上智慧型手机平台，让每位 NBA 迷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全 3D 的拟真比赛，并打造自己的梦幻阵容。 NBA Live Mobile 选择奥克拉荷马雷霆队当家球星 Russell Westbrook 担任封面代言人。随着2016-2017的 NBA 赛季同步开打，让喜爱篮球、热爱篮球、没有篮球吃不下饭的玩家，在观赏 NBA 比赛之余，可以随时与好友同场竞技。本作让玩家担任球队的总经理，一手掌控球队的球员阵容，并全年无休地依据现实中 NBA 的球员状态更新内容，也能选择退役的经典球星。只要每日上线赚取奖励，就能升级球员，打造出众星云集的梦幻队，与好友和全球玩家正面交锋，赢得最强球队的殊荣。 NBA Live Mobile 已经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开放免费下载，各位球迷千万别错过了，赶紧下载，让本作陪伴你度过一整年的精彩赛事吧。